下来，好，那我们给我们上方的摄影大哥一些画面。好，还有哪里需要捕捉画面的吗？好好，右下方，右下方。还有哪里需要画面的吗？还有哪里需要画面的吗？好，那我们马上。你找他们两个，就找他们两位吗？好，我们再往右边站一点，好，站中间，对对对对，好。来右边，然后看一下右手边，好，给左手边的摄影大哥一些画面。很少。好，还有哪边？哦，右下再一次，右下，右下。好，这边，这边。右下再一次。好 ，OK 了吗？两个独照。好，四位还是两位？来来来。来右边，好，来右边，好，右下，右下，好，左边，左边，这边，左边 ，OK 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老板。好，来看一下中间。来右边，右边，右下，右下，左边先，左边先。好，来右下。好，最后一张。好，马上呢要来进行我们电子媒体的联访。来来来。那我们就把时间。人家开餐厅，那你不是也来了？对啊，我他没有给我5%，是不对？现在都是这个，来鬼哥有对不对？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非常嗨嗨嗨嗨，觉得突然有这么多媒体的前来到来，觉得有点受宠若惊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当人夫已经好久一段没有遇过。好久没有遇过这样的环境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的口才已经退化很多了。OK OK， 面对一个美身材也是，对，我们刚刚已经有验过他的腹肌，其实已经没有8块。对对，当你有两个小孩，我想你还能不变胖已经要偷笑了。OK。所以现在地板动作还可以。哇，你问到一个好有感觉的。有拖地算地板动作？地板动作可以。对啊，今天很开心，就是邀请我这几位好朋友来啊，前来参加我的这个泰兴茶餐厅的开幕。那特别呢，真的要非常谢谢克群哥。就他真的是从北京特别飞过来，就为了当然他在过程当中昨天有去打篮球了，对，那但今天呢真的是为了这个活动，然后明天就要再飞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嗯，他刚刚一直提到北京，他怎么没有提到从曼谷回来的？啊，你从曼谷回来是从淡水来的？哦，对对，大家都很远，还有从淡水的，对，大家。其实我觉得老板不管讲多少5%。5%的股份就够了。今天好像一直都围绕这个5%，我觉得这很合理，因为其实我非常开心，就看到他这样在台北车站，他现在已经有2个点。我们刚才讲，他很像在玩大富翁，就在左边那边是他的点点心 ，OK， 这边是他的泰兴，对。接下来我觉得可能会有火锅或日本料理，那没有5%，我觉得也是说不过去了。好，是是，我们这个后来慢慢谈，这个钱不是问题，好不好？问题是是不是是问题？问题是没钱，是。其实不会，因为虽然都是港式，但是它的产品的性质还是有点不太一样。那这里泰兴茶餐厅它卖的比较多的是烧味，那我们点点心主要是点心专门店，所以还是有它的区别。对，因为这几个口味，我想威廉小玉啊，或者我几个兄弟都非常喜欢吃，我想对他们来讲也不会分说他们可以今天去吃泰兴，明天去吃点点心都 OK 的。对，对于烧味我们是很认同的。烧味，哦，是烧味，发音有一点不太标准。那为什么会这边就有2个点，是不是台北车站这边整个人潮是你所看重的？其实台北车站一直就是人潮比较稳定，而且一直很多的一个地方啊，再加上这边有三铁共购，还有机场捷运的联通，这边很多观光客，那香港人一定会知道泰兴，所以我们开在这里等于是让过路客也好，或者旅游观光客也好，他们看到这个
品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有感觉，直接来吃。对，那你会觉得就是台北车站之后会成为自禁区吗？我不太清楚自禁区的内容，对，但是我知道，就是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点，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把泰兴做好。我觉得泰兴发大财。对对对，谢谢威廉。是不是特别喜欢港店？因为两家其实都是港店。其实。我觉得港式是台湾人接受度非常高的一个口味，因为我们以前经常很多时间都在香港工作，那我们一开始很喜欢吃港式的点心，所以代理的点心，那我们又很喜欢吃香港的茶餐厅奶茶，所以这次代理的泰兴茶餐厅。那我不知道他们还想要吃什么，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代理的？我其实也开一家港式餐厅在西门町。对，小玉好像有开一间餐厅，但是大家不要特别去找，因为那也没什么，好不好？怎么没有人问我？阿伟，你今天是不是想？其实港式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是可以被大家接受的。我觉得大家看到开餐厅都有赚大钱，我很开心。怎么没有人问我开餐厅倒了几间？对，没关系，威廉，这个私底下记者都知道了。OK， 没事。用三个形容词形容泰兴。三个形容词啊？对。太兴奋。三个形容词 ，OK， 我觉得它是第一个，我们这一次跟泰兴合作主要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把它的品牌带到台湾，所以品牌是泰兴三十年的一个历史文化。再来是它，我们把它的口味三十年不变的太好味道，除了这一次引进，我们基本上用了很多他们在地的食材，还有包含他们的设备，还有包含第三点就是文化，因为茶餐厅文化，我认为是一个氛围，其实不管是香港人或者是台湾人，都很喜欢茶餐厅的文化，因为可以坐起来聊天，喝一杯奶茶，喝一个蛋挞，吃一个菠萝包，就可以过一个下午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是非常非常棒，很适合台湾。所以我们主要带领就是这三个重点。所以就是太好吃，对，对，太兴奋，然后太实在，太实在，太有文化，太有文化。说得好，谢谢克群哥，果然是写词人， yeah. 谢谢，有文化的人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一次今年来讲真的蛮少。老实说，这个组合我们今年应该是第一次这样凑在一起。以前我们大概每一个月都可以去打球啊或吃饭啊。自从今年开始，我还没去打过一场球。你以后只要看到我们都没有来站台了，就是我们的感情已经慢慢变淡了。对对对。而且可能我们也没有收到他那5%的股份。对对。但是我觉得这次真的是意气相挺，所以我太太有跟我讲说以后打球我可以去。你有跟大家听到重点吗？所以这句话大概也是一年前也就这么说。克群跟他说这个5%，他跟我说这是意气相挺。啊，意气相挺。OK OK。所以现在私底下见面就是谈钱比较多。跟他们两位谈钱比较多了，跟克群我们还是谈篮球了，对不对，克群哥？是的确是这样，但是我还是很在意，很在意那5%，因为我觉得他一步一步，我们当初老实说，当初大家都劝他不要做饮食啊，不要做老板，因为我自己知道做老板有多辛苦。可是呢，他现在已经成为，我觉得他就是下一个饮食大亨了。你看我们一路支持你到现在，对对对，哪一个我们没有拍照打卡帮你宣传的？感人，我们才拿5%。尤其是威廉的阿姨。好不好？我要介绍一下威廉的阿姨。威廉阿姨只要来我点点心吃东西，只要走进去说我是威廉的阿姨，她就可以直接有位置就坐。你今天讲出来会多了很多个威廉的阿姨，然后报名是威廉的阿姨就可以进。你看你阿姨又有一间茶餐厅可以吃。对对对，我阿姨非常的开心。谢谢。因为她昨天已经密我说阿伟是不是又开了一间茶餐厅 ？OK OK。你怎么就这样被他骗了？你这个傻子。那不是你现在有从阿伟身上捞到什么好看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的确捞到两个字，义气。义气。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情和义值千金。不会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懂了。因为其实我们大家不管谁，不管开店或者是什么作品，我们真的都是友情啊，支持的义气相挺。虽然我们在实质上可以帮助到的彼此没有到那么多，但是我们希望这个给在这个重要时刻大家出现。谢谢。可是我老实说了，有一点我很开心的就是，我看他这个样子，他真的让我知道什么事情要做成功，真的要很努力。我们在那边开玩笑归开玩笑，可是假如我有在做食物的东西，我也会找他代理的。因为他很实在，会让人安心。而且阿伟人真的很好，因为我最近有一部音乐剧要演，他说他要买200张票给员工当员工福利。哎呦，哇塞！还有没有？现在已经有200个员工了。啊，有，有啦，有员工一定有的。奶那个熊哇，很厉害，真的是很有义气。OK， 200张 ，OK。那你要不要趁
阿伟出专辑让阿伟一定要的哦，我不会叫人家认购的，对，叫人家认购个2000张，我觉得也是不太合理的，对啊，而且现在其实实体专辑已经越来越少了。那没有关系，那你就是网路的买个20000张。写真集我也可以支持啊，之前那个谁，就是嘉良，对啊，谁的写真集我都会支持啊。以前小玉的朋友的写真集我也有支持啊。哦、你说王子的写真集是不是？哦，对，我也有支持。那算是写真集吗？算是，算是，算是。OK。这一次啊，像之前有发文说棒棒糖进入中年期。哦，中年期了。那中年期有打算合体？对，粉丝都很希望可以跟他见到面，跟粉丝。对，因为合体这件事情呢，基本上大家都到30岁的年纪，对，对，就是30而立的演唱会，我们这是目前是一个问号啦，就是大家希望大家再期待一下，看我们再好好的再运作一下，对，因为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度，嗯，而且中年。中年哈、哦，30几岁了，我觉得时光都很怪，老吴都不敢讲话。哎、欸，我小时候都是看着你们的节目长大的。这样子啊，我记得你都是我们的，所以我很希望你们快点合体。你是不是我们的节目的嘉宾啊？没有，我记得你好像蛮常来的，只要是歌唱大赛都有他。可是我希望你们就是，我也希望看他们早一点合体。OK， 对， okay, 因为他们合体不一定做演唱会，你们合体可以做个聊天的节目啊，就在泰新。哦、oh. ，对他们聊天比他们演唱还好玩，还好看，是不是？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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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